严格聘用管理，规定幼儿园聘任教师等工作人员应当进行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，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的，不得聘任。强化待遇保障，规定幼儿园及其举办者应当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，要求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。加强培养培训，规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培养培训的规划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。